秦霄贤在哪儿呢？该收他的租子了。秦老师，我们收租了。是收什么租？别等着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好了，跑了。逮他，逮他，逮他！怎么玩着玩着还欠给班欠顶了呢？跑错了，走啊！你不黑衣人抓我吗？咱们唠唠，去吧。坏了，跑的那快呀！您追的呀？我还真有点追不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追在这儿？老秦，你第一回来这儿了吗？嗯。几张能给他赎出去？一张，一张就赎出去了。我这五个都给他了，你还差你一个。走。嘿，怎么着？老秦也走了？啊。快去跟着他们挣钱去吧。岳哥，我走了。完了什么？